在台是一个没有人坐。搭个车，搭个车好吧？搭个车，我们回去搭个车。来搭个车，站上来。要不然危险，等一下就快了。哎呀，你这个小朋友乖呀。我们是把他车从深圳搬过来的。哟哟哟哟！我看到了，就在这儿。终于找到一个了，快，找到了这儿。找下一个，你看那边。我们是把第五个景点找完再休息呢，现在休息一下，还就50米的距离，我们先找到吧。我们先找到吧。好，找吧，就50米啊。哎，你们先到景区吗？你说刚刚我看到那么好不好吃的，我都没吃。哎呀，我刚才说了好多遍，我们停下来吃一会儿吧。啊，有吃的，我们要不要吃点再走？你好，你的蚊子哪里买的？这里。我们回头贴。小包庇跟上。看着后面就走。杨金子，你是不是想开溜了？小风再磕一个。就应该是你。什么？张宁，我爱你。怎么没有人写孤立我爱你？孤立我爱你。跳舞吧，奶奶，跳舞，噔噔。真实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芋圆在这里吧。那是小朋友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好，我们大合照。好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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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他们跑了！走了！我看到，根本没看到。我们是获奖的野马。快！马上就胜利了！哎呀，胜利就在眼前！好重点，太好看了！都到了吗？那你要看着后面。嗯。耶！再来自拍吧。来，我们坐在铺上的。不要别脸就好。好。不要按。我们现在已经总共6个任务，然后已经完成了5个，对吧？对。现在还有最后一个，就是那个鼓浪屿音乐厅，这个完成了，我们就 OK 了。OK 了。OK 了。行了。那还有爱主必胜。哎呀，我先喊1、2、3，我们大家一块爱主必胜啊！好。一定要举手啊！1、2、3，爱主必胜。走。耶！希望的曙光来了！哎呀，杨振志到这了，他们可能还没到，我觉得他们是那些小孩说，为什么这些艺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？我们刚出道的。啊，快了！我们就谁先到，就算谁先赢。